别不开心了，姐，你跟俺哥商量好了吗？房给哪买呀？要说我还搁咱县呢。嗯。搁镇上买都不现实，还刚那个月供还都还不上，你说别说借的钱，刚借再借十几万，你还还一个不还呢？月供俺吃花不吃花了，他都不想这些。我都不想理他那些，我是叫我是我就给咱县买，不会上镇上去买。对啊。俺哥还可热乎给郑州买，郑州首付都得三四十万呢。他想上京里去买的，家没那个能力，刚眼高手低的。咱，我的意思是啥吧？咱反正是俺自己的能力，就是最起码咱借钱能还上，是不是？嗯、不是借那些还不上，咱现在先能拿趁着钱，这实力就这些，咱先给丰秋买房，够小孩上学。啊、等以后有能力了，咱拿对，以后能力，哪怕把家里的卖了，丰秋的卖了，咱再买好的。嗯。哎，你现在有，俺哥现在他的思想能转变过来不能啊？咱其实都知道呀，那肯定新疆比丰秋好，郑州比新疆好。那是啊，我也知道。关键是你自己没有那个实力，不是？对啊，要不然恁一年现在要是算算，给新疆咱那天算的吧。那一年得弄个挣十几万块钱，光还贷是五万，小孩上学六两万七万，然后还得还还人家，再六几万块钱回来，两年之后两三年之后装修，是不是一年得挣个十五六万？现在如果给咱丰秋买的话，你差多少钱呢？那还差十来万。嗯。那不行，那个大的是四十的。嗯。差十来万，你我手里肯定不能说一分钱不留啊，得留几万块钱，小孩上学能啥用啊？对对对，是不是？嗯。唉，那俺哥现在能借多少钱呢？他，你看他先弄啊，到借钱的时候他一分他也借不来。确实这个，唉，这个社会借钱真不好借，因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吧，咱也不能怪这个怪那，是不是？钱也不好借。你都吃一堑长一智的，他吃多少钱他都不长啊，他都不长记性啊。他刚自我感觉可能的很，可那上的很。他都干那啥吧，捂住眼，我现在捂住眼，天黑了，就是自欺欺人、啊、他就要就是那、嗯、你知道不知道？没有事，能拿些，你放心吧，叫我给你挣到点钱，我给你找点。我来家问问赵国浩先生啊，手里有多少钱。嗯，没事，你就放心了。你这个房，你既然决定买了，肯定得买，因为你现在这两年准备买房，你要拖到两年之后，你还得买，所以要买就尽早买，不影响小孩上学，是不是？要买房也不能叫你跟着老做难了，人难上了，不如都换个小平房的。啊。换不中换个小面积的，都错十来万块钱的，都不难。嗯，小面积。小面积，他当时也都一百二三了，都也都不小了、哦。最起码室内也得有一百平哈。哎，有百十平。